掌声有请 Mangy。现场跟我一起喊 Mangy Mangy， 掌声欢迎 Mangy， 来，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，欢迎 Mangy。请问我们刚刚组成的 Mangy 男团的粉丝在哪里？好，我们来跟大家分别的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Mangy。 大家好，我是 Mangy 的萌内，然后四肢不协调的站台小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田宏杰，我是 Mangy 的佛系担当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胡雨桐，我是 Mangy 的扯面担当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Mangy 的傅思超，我是饭量担当。
大家好，我是 Mangy 的任英鹏，我是舞蹈担当。为什么叫 Mangy？ 谁来解释一下？我觉得吧，因为麦是男人，然后 G 是够的，所以说拼起来就是黄金一样的宝藏男人。然后 Mangy 拼起来也是萌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是名字萌男。这个解释妙不妙？好，大家全场安静，全场安静，有一个重大惊喜要宣布，全场安静，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宣布，现在必须向你们宣布一个突发的状况。我们请胡雨桐来做代表告诉大家。好，宣布一个挖机机挖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项目，我们今天晚上 Mangy 男团就正式解散了。大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刚刚的男团舞怎么样？谢谢，我们再次谢谢仅有一小时的男团，非常出色的 Mangy， 谢谢五位，谢谢。来，请回位，谢谢。